我们在东北角发现了秘境，很糗，你知道周日早上一个很糗的行程，穿凉鞋，结果是来走啊，不就跟你说要看海吗？看海啊，看海呀、啊！我们来到龙洞蛙甲步道，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就在停车场的旁边，完全不用走哦。美吗？美啊，超级不需要走路就可以看海。盛夏，你看他们炎炎夏日，然后你看他们，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手机里面到底有几百张，自己拍完然后来乘凉，然后呛人家。哎，我是受不了在太阳底下待这么久，而且我们才一下车，第一个景点这样走下来，我们在这里待了半个小时吧。你知道你们在马祖拍了多少时间吗？马祖还可以吧，而且就很去哦，又不赶时间。如果你们室外的人在这种大热天，你要求帮他们拍照，我现在就不跟他们出来了。What the fuck you got to borrow? The city with your girls and I won't wait for you to come home, baby. You want money in the fame, still playing games that you said. 你的脸看起来超红哎，还行吗？你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你。我夏天其实很久才出来，出来就一定要在水里。所以你手上的颜色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只是上班就变这么黑了。我们瞬间从艳阳巷移动到这，这间是圆圆推荐的，叫做食不厌，它在九份，是必须得自己开车来或者骑车来，它是在一个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。然后我上次来是我爬山之后，同事带我来吃，它写五仔鱼一夜干专卖，我觉得它的一夜干很好吃，有名的猫饭就是白饭加柴鱼片，你看现场很多人都特地开车来吃，大家现场后味，鱼。Cause I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. 看看现在天空有多蓝，体感应该45度吧。猫饭每日15有蒸的椰干小卷、香草鸡腿、铁锅牛肉卷。哇，在深夜食堂吃吧。这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小卷，你要比一下，好吃，鱼叶干，四面的招牌，我们是鱼叶，哎，我们是下午，好吃，好吃的，赞，白酒份可以来吃。